停，跪叫板，好好说话。哦，咱们赶紧商量商量啊，这老爷子马上过寿了，咱们总得表表心意，咱五个姐妹送个什么礼物给他呀？不是不是，大姐啊，您是不识数了吗？哟，这现场一二三四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这就四个姐妹，哪来五个姐妹啊？别着急，我跟他说，我跟他说。咱四妹啊，进入那公司实行了996之后，就成天加班做 PPT， 加班做 PPT， 成天不着家。但是别忘了，咱还有这个妹妹吴姐妹。我现在也想不大起来的。这样，哎，咱们都别吵吵了，赶紧想想送什么礼物能让老爷子开心。哎，还真是，您瞧这话说的啊，那当然是送能哄老爷子开心的东西，能哄老爷子开心了。哎，对耶，对吧？啊，哎呦，那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呀！啊，不是，跟我套娃呢，你这儿不是大姐，您别生气，我呀有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咱们可以问他，这什么呀？问一机器呀、啊！哎呦，这个非常非常智能的一个蓝牙音箱小优啊！哦，而且咱爸没事就听他，咱可以问问他。不是我说你们啊，是亲闺女吗？那必须是啊，这些老爷子喜欢什么你们都不关心，平常就知道工作加班加班工作，长点心吧。不是，大姐、啊、我替我们这几个没长心的妹妹就想问问您，这只长了心的姐姐老爷子他喜欢什么呢？还是问他吧，问小优吧。不还得问他吗？小优啊，咱爸今年80了，80的老爷子喜欢什么呀？喜欢他喜欢的。嘿，来我来问吧。你问吧。小优啊，咱爹爹最近喜欢听什么呀？听戏。啊，听戏？那就到我怀里来了。听戏太简单了，我给大家来一段红娘。哎呀，唱红娘啊，专业。听好了，叫着声隐藏在情之下，我不醒来，你不不怕风大胆，人气吞噬秀害怕，跟随着小红娘，你就能见着她，可算能是一段风流佳话，听好没事怎么样，小优，我这段能打几分啊？03，未能识别声音。什么零？这必须关了啊！啊不，这不唱这么好零分？你们要给指令，不然我没法识别。还得给指令？没给指令？妹，你来，不要生气，你们休息一会儿，姐姐我来了。不知道哪位妹妹能跟我一起搭个戏呀？你来，我可以。他俩要掐起来了，我可以。您能来哪出啊？您唱哪出我就来哪出。我会的可多啊，我随便挑一出啊。对，来一出。今儿咱们不唱京剧了，咱唱一越剧的《梁祝》当中的《十八相送》，你可还行啊？我就这么送您一出？谁送谁还不一定呢。
爸爸，还是我这妹妹好。爸爸，爸爸，多少分？这还问吗？小优啊，打多少分啊？零分。怎么会？这怎么又零分啊？听不懂方言。不是，你不是智能的吗？关了他，你就不能自己翻译呀、啊？关了他。关了他。不是，不，别激动，姐。啊，这样他不是听不懂方言吗？那。来段京剧啊，谁来呀？我会呀、啊、而且来个热闹的行吗？行，试试，我看行，来，试试，你来、啊、我来、啊、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小优啊，这次你可得听好了啊，我要开始唱了。呵，这小范儿拿上了。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，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，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，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红，有没有可以挺好的、啊、出息出息。清早起来莲花镜子照，梳一个油头桂花香，脸上擦的头花粉，口点的胭脂杏花红。好，好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，女生出门太麻烦了。就我这段也不行呗。行倒是行，但老爷子喜欢大气的戏，有没有那种热闹的啊？这来热闹。妹妹，今儿难得不做 PPT、哎、唱啊，这一看三环堵车骑马回来的，怎么还叫女叔叔放行了，唱啊姐，唱啊，这动静太大了，来走，等我下个马。哎呦，来，这妹妹骑马回来的，累的，骑马来的，快快把马接着。谢谢妹妹，你怎么不唱啊？总打零分不唱了。那你搞这么大动静，我这是唱不好啊，伴奏丑。哎呦，而且我有隐藏技能，这是我给老爷子亲手画的寿桃啊，祝他老人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桃。这太难了，你们就说吧，这桃怎么样？哎，不错不错，特别棒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我的红娘唱的好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觉得我那烂水也不错。是还是让小优做裁判吧？到底我们应该唱什么呀？唱歌。嗯，刚才不说唱戏，怎么唱歌嘛？他说的嘛。变脸。嘿，呵。哎，姐姐，大姐，我觉得呀，我们刚才都在唱戏。这样吧，唱歌，据说啊，咱家的大姐夫、三妹夫唱歌还不错。我们俩怎么也听不懂？你知道吗，大姐？怎么？反正我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会唱歌。这样好了，马上有请大姐夫、三妹夫上台啦！嚯！刀里个刀，刀里个刀，里个刀，里个刀，刀里个刀。这是哪个妹夫、啊？叫大姐。锣鼓点不对啊，锣鼓点应该是更贼更贼更更贼。你这什么角色？找我们俩干嘛？这一个女婿半个儿，对吧？那是。对，你俩加一起，数学知道怎么加吧？俩人加一起。对，俩半人加一起。半人加一起。你是哪半截？你是哪半截？别说了，就是一个全乎人。对，一个全乎人。没问题。这个兄弟俩家里有大事要事，我们俩扛起来。你扛。你俩能不能有点默契？我们俩的默契你们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甲乙丙丁，我要是甲。哟，大姐，您这话说。你看，哪有默契可言？大姐夫，我们听你的。我要是甲，我就是乙。子丑寅卯，我要是子，我就是父。占人便宜。我是丑，我是丑。这样吧，再给你们猜个谜吧。瞧我们俩兄弟，往这一站。哎，小尼小撒去游泳，怎么着？打一什么呀？打一对，而且哎，一个是蓝色泳裤，一个是黄色泳裤。对，葫芦娃，葫芦娃像话吗？小尼小撒去游泳，这是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形象啊！
海尔兄弟。你看，我们还会唱呢。来，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别掉链子啊！来，打雷要下雨，雷哦。什么？下雨要打伞，雷哦。这我也知道啊。天冷穿棉袄，雷哦雷哦。天热扇扇子，智慧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？大姐苦了你了，这么多年，你就跟这么。为什么要刮风下雨？为啥呢？为什么有冬天夏天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俩丢人现眼？因为我们有点讨厌。智慧简单又不简单，简单。这歌唱给咱爸，咱爸高兴吧？不是，大姐疯了。咱爸还想多享受几天好日子。咱闭嘴，咱妹不听我说。为什么你们俩都打我一个？你打你老公。他听话呀。我听话呀。听话呀。不打你打谁呀？站这儿来。问小优，好，他们俩唱的怎么样？小优，小优。我们俩唱怎么样？绝对喜欢。怎么样呢？小优啊，这可就是你的正确了。我唱这个老爷子能喜欢？我喜欢。啊，你喜欢也可以啊。整点正经的啊，小优，你把老爷子歌单给我们报一遍。老爷子最近喜欢什么呢？常回家看看，常回家看看，常回家看看。呀，怎么卡壳了？哎，他不是卡了，是这样。你想想，咱们平常工作那么忙，没有时间陪老爷子，对吧？一定是老爷子天天就听这一首。对，说的太对了，他叫单曲循环。哎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咱们今天难得聚的这么齐啊，咱们集体一起去看看老人家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给老爷子拜寿去。走，走着。哎哎哎！你这造型不对啊。